现在是凌晨5点多，今天小家伙好像睁眼了，睁眼了吗？好呀，睁了吗？真的，又又想想谁？在这咱回家里，想爷，谁呀？爷，睁开眼，叫爸爸看看。哎呀嘿！睁开眼，那个眼睁开。哎呀，小家伙，哎，睁开了，哎呦，真漂亮。你说姐咱走了呀？他竟然知道我们要回家了，今天，哎呦，这把俩眼都睁开了，哎呦，真漂亮，还不太习惯啊，这同时睁两个眼，哎呦哎呦，哎呦，这是五天的事儿，在那儿想啊，5天了，我们。5天了。5天了，哎呀嘿，咦，睁开了，哦，就是睁开了，睁开了，然后洗洗脸，好不好？然后现在是6点多，这小家伙刚吃过饭，哎呦，我的天呐，现在睁着眼，我妈和菲菲都在陪着他玩儿。哎呦，这小家伙俩眼老漂亮也不能一谁的一喝了。了。我妈说不能一直睡，跟他玩玩。咱接着回家嘞，行了，就这么走啊？行，这么早？哎呦，小家伙，看看。那今天早上醒多好看，没有碗，吃了都睡了。我吃了，吃了都睡。我那时间挺长，而且俩眼都睁开了。哎呦，睁开眼了！哎呦，我回家啦，一会儿，是不是？这我，这些小孩都遮不住。我这边可多小孩出生了。有安全感吗？可能是，整个都窝到里面。大概长长了，是不是？哎呦，哎，握握爸爸的手。好掉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大家好，我是阿飞呀。然后今天的话，刚才把这屋子里面的一些重东西啊，一些大的物件啊，都已经搬下楼了啊。然后就剩一些小的了。今天刚才我已经办过这个出院手续了啊。今天的话就时间也差不多了啊，然后我们就要回家了啊，这样的。然后的话，其他也没太大问题啊。小孩的话，反正是各项检查应。都是基本上都是正常的吧，没有问题啊。就是唯一现在麻烦的就是现在这个报销啊报不了，对吧？菲菲这边的话，因为一些特殊情况啊，就是这一次抛的话，一共是花了这个4500块钱，就是这样。然后没有办法办理报销，就是这样。然后等一下我们就要走了，就到时候回家了，到时候安置一下，看到时候。对吧？怎么安排嘛，就是这样。哎，这个医院也算是住了快一个星期吧，从我们搬进来到今天走6天，对吧？6天。就是这样。戴个帽子，外头其实稍微有点亮，不是有风，还有点亮。今天，昨天不是下雨了吗？昨天下雨了，有点亮。给他包裹的严一点，给他包裹严一点。你看，我们就要回去了，哎，抱不了就抱不了吧，算了。要是大人小孩平安就好，然后我们就回去了。然后现在他今天上午抽了一下血给他，然后小姑娘已经睡着了，睡着了，再等等他吧。然后我们现在东西基本上都收拾差不多了，准备回去了。菲菲去上厕所去了，我妈把医院的被子给人家叠好啊，在这里。然后的话，这个女儿在这边睡觉啊，一直在睡觉，特别的安静啊。走好给人家叠好啊，我妈说的，那问题就不大了。然后我们现在东西收拾好了，然后我们就准备回去了啊。然后我们四个再合个影，这样。哎呀，
然后我们现在已经到家了，然后我妈已经下来了，先下去。我是哦，钥匙给你。哎，这是呀？小贝，小贝，小贝过来就我家。小贝跟那儿窝了。就在门口。咦，小贝，你儿等俺嘞。哎呀，我的天哪！等一下，等一下啊，等一下，我先安排一下毛孩子啊。等一下。哎呦，我天。然后我现在已经到家了啊。然后因为毛孩子这边比较吵啊，怎么样啊？我这边先把毛孩子们放出去，让他们跑一跑啊。然后就是这样啊，然后再把菲菲和孩子啊，然后接回家里啊，就是这样。嗯，不要叫啊，不要叫。好了好了，不要叫啊。哎呦，我的天，你看那脚都漏洞了。哎呦，我天。好了好了，哎呦，先让他们放出去。哎呦哎呦，先把他们放出去，把菲菲和孩子的啊安置一下啊。让他们出去先，去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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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去吧。你不出去吧，小北？他不出去，他搁这等着你上了。搁这等了一上了。他就窝那门儿干，他在那门儿打开，他跑过来。哎呦，这狗！呦呦呦，这狗！走走走，好了。然后接菲菲啊，然后菲菲，把孩子，先把孩子接回来。小北在那边，好，慢点。好，给我。啊、哦，你等一下再出来，等会我出来扶你吧。等一下，我先要孩儿放那儿啊。嗯，小。好好好，你先等，你别下来啊。啊，回家了，到家了。到家了，到家了，妮儿。到家了。奶奶抱着你。到家了。回家。哎呦，哎呦，好，把孩子。把孩子放这儿啊！哎呦，这小谁呀、啊？小贝都过来了！哎呦，哎呀，好了，我来放这儿，我去接菲菲啊。乖点啊，小贝，乖点啊，嗯，听话，嗯，慢点啊。好，好，慢一点。哎呦，不要了，不要。咱家里空气好多了，你不知道。嗯，不在家，人外头，人外头，把这个丢掉了，回去了。哎呀，这你也不乱跑哈，小北。嗯，慢点。给小北，你先泡着玩会儿啊，先泡着玩会儿，先泡着玩会儿。我现在没时间照顾你啊，听话。哎呦，先泡着玩啊，没事，自己叼着吃。哎，对，嗯。然后先让毛孩子们自己跑着玩啊，先把菲菲他们安置好啊，希望大家理解啊，就是这样。哎呦，好妮儿回家了。哎呦，还跟人睡嘞。哎呦，哎呦，呦呦呦，哎呦，回家了。哎呦，回家了，菲菲看看他，回家了，嗯，美得很，睡了一路，嗯。然后我正在卸东西啊，然后我叔过来，你咋过来的呀？你找小北嘞？哦，他给俺家门口里他，回来他给都给俺家门口里，那捉狗可能捉狗，你不知道？哦，这我叔来，那哪俩狗嘞？跟恁家吧？哦，圈着的哈。那铁笼给他圈起来吧，那儿跑不出来了，不放先不放了。哦，盖溜吧，盖溜吧，你看看这，看见你还是可喜欢你，嗯，啊，看回来，看回来，嗯，看回来。然后我叔还过来帮忙搬东西啊，嗯，然后我妈这个做的啥个样嘿？那个鸡蛋汤啊，不吃那个鸡蛋，我给起的那个鸭蛋，哦鸭蛋汤，不好，中，你过去要吃吧，我叫这外头安排好，嗯。然后现在笨笨、小花他俩已经回来了啊，先把门关住啊。
哎呀，我的天，奔奔，嗯，看你高兴的出去玩玩，是不是好几天没出去了？现在大家看奔奔高兴的，我的天哪，老开心了，开心的不要不要的啊，嗯，然后生怕他们吃不饱啊，会饿着，那狗粮确实给他们加的多啊，然后现在到了三大碗，现在就剩一个我一大碗了，就是这样啊，等于说一共吃了两大碗。就是这样，嗯，啊，累死我了。然后我现在把家里的折叠床啊带下去，嗯，然后现在我妈我俩就没办法啊，就是说商量出来的对策啊，现在就是说菲菲到时候和孩子还有我到时候暂时住到我妈这个屋子里啊，然后的话这个床上啊，因为这个我妈床比较小一点啊，所以的话我这边有一个折叠床啊搬下来的，到时候我睡在那个角落那边啊，因为这边的话这个屋子里面的话隔音相对会好一些啊，因为菲菲我们现在睡的屋子大家也都知道啊，离狗舍啊只有说白了只有一墙之隔，毛孩子每天活动干嘛都特别的吵啊，所以肯定是不行的啊，也是费尽了周折想出来的这个办法啊，也是对吧，都是为了毛孩子对不对，还有人嘛就是这样，然后的话因为这边墙是面对着外面邻居，然后这边墙的话是面对着走廊那里对不对，然后后面不说了对不对，就是这样，这里是客厅嘛，然后到时候把门关住应该行，就是隔音效果会好一些嘛，就是这样。那我妈我俩刚才把床折腾折腾，把这里都搞一下啊，然后布置出来房间嘛，就是这样。你看，这都宁波，这是洛斯啊，我知道他洛斯，我知道啊。然后现在床啊已经铺好了，就是这样。到时候菲菲和孩子睡这里，我睡这里，嗯，只能这样了。就是说为了不吵到孩子，让对吧，毛孩子和人都有一个对吧比较相对稳定的空间嘛，所以这边撑了两个床嘛，也算是不是办法中的办法了，就只能这样了，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啊，说实话我也是很为难啊，说实话大家知道阿飞有多难吗，我不想说我有多难，但是我还是努力在平衡家庭的这一切，我都在努力的去平衡，就是这样，希望大家能够理解阿飞。